该去两次，该去三次，一次要该跑1000公尺，该跑2000公尺哈，他就绝对不会放过他自己。所以摩羯座会因为他自己啊哈，对于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呢，对于生病啊变得很可怜的这个情况，他会很不喜欢，所以他会百般的要求自己，给自己魔鬼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在健康、体态各方面都保持在最好的状态。是哦。接下来，哎，雅兰哦。说你现在这么美，也曾经打过苹果肌。对，不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那是真的，一直很一心想要变美，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脸上的一些整形手术那时候。然后呢，我就想说，我看我朋友去做，觉得好漂亮，那我就要跟他一样。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陪我去，我要跟你一样。就我也不知道要打什么，我也没有说我要打什么，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苹果肌还蛮端的，大概30出头岁而已。然后我就想说。我也不晓得我要打什么，我就一去，我就跟医生说没关系，就交给你好了，因为我想说我朋友打得这么漂亮，对不对？我就说那我就交给你，然后我就不管他了，我就让他打。打完之后，我整个有一点吓到，然后我的脸整个苹果肌好大一颗哦，真的像真的很苹果，真的很苹果，然后这边也很大，然后。这边那个额头也很大，就是整个就很苹果的感觉。然后呢，医生我就跟医生说，会不会太大了？这颗苹果好像有一点大，就说他就六啊 plus 啊，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对，比较大一点，5.5寸嘛，对不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好像有一点过大，他说哦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你大概回去3天之后，他马上就会恢复很漂亮的状态。然后我想说哦真的哦，那我就回去等，等了3天，那因为。我都不敢讲，因为我老公非常讨厌我做这种东西。可是他怎么可能看不到？对，对，然后我就是花我自己的私房钱。对，一按门铃，一打开门说：“面包超人，你是谁？”对，家里新成员。可是我老公又很呆，你知道，我不晓得他是呆还是故意装不知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有啊，有怎么了吗？”他说。我怎么觉得你这边好像有针孔还是什么？我说哦没有，因为呢我这里长了痘痘，所以我去打了痘痘针，然后我就这样给他瞒过去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录影的时候，他就越看我越不对，他说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变胖了？就是我整个变得很胖。然后我就跟他说有可能我最近真的吃的好多哦。然后就这样瞒骗过去了。然后后来对我跟你讲，后来大概4个月左右。才恢复我原来的样子，但过了4个月之后，你知道多夸张？他的肉就是松了之消下去之后，我的肉就会慢慢的往下掉，就会有一点点像垂垂的，松弛度更明显。然后我整个好难过，因为苹果就放太久，有没有？就这样往下掉，对，水分就干掉了，整个就往下掉。然后我这两块超明显的往下掉下来，对啊，所以整个往下掉，对不对？我还要花钱再去把它拉起来，多此一举，对啊。然后又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啊，我要跟你一样，我觉得这样是真的不行。而且我觉得整形有时候如果整好就会上瘾，像我朋友就会上瘾，因为我朋友就是他鼻子本来是很塌嘛，是那种塌鼻子，然后就去做鼻子，做了之后，哎，我觉得还不错，蛮漂亮的。他总共弄几次？我跟你讲，总共弄了3次，因为一次比一次高。我有同学弄差不多5次。真的鼻子烂了吗？哎，那个很痛很痛哎，到后来他都习惯了这样。变猫头鹰了，不是？可是我跟你讲，就是他一直不满足，他觉得本来的那样子，一开始觉得很好，但后来觉得不够挺，然后越来越做越高，对，然后做到第3次的时候，他的旁边的那个鼻子的肉啊合不起来了，所以你从旁边看可以看到他鼻软骨的那个细胶，透明的细胶，好恶心啊！不是里面。鼻孔里面鼻肉穿了啦，鼻肉对穿了，它愈合不起来。我觉得有一点过头了，我觉得鼻子哈实在是苹果肌还好了哈。你说啊大一点小一点，过一阵子就没了。对，鼻子长你可以看到，像我同学了，你永远看他都在这样照镜子。为什么？就是永远在照镜子，自己照自己这样。哎，我这样是比较好看。哎，你看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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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长一点，天哪，皮若秋了，真的，是不是这样？哎，这样子，这样，这样，是。
鼻子这个事情好像搞得每个人每天对还去弄很多。对，而且前阵演艺圈大不是流行打山根吗？你会看到电视上一打开，所有的女明星这边都高的跟什么一样，这样然后都看不到另外一只眼睛。对，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过人家哈，那个这边凸出来的呢。您说有啦，早期做的啊，我知道鼻头对不对？鼻头皮凸太薄，肉太少，尖到已经几乎要凸出来。后来过一阵看他就真的凸出来，拿掉了。其实我自己也好想隆鼻哦，因为我觉得我的鼻子好丑，很像蒜头，真的很丑哎。你那小蒜头，我是大蒜头，没关系。你的鼻子很尖哎，这个真的哦，别我们自己在这边瞎说。就是赶快问一下林医师，像刚刚雅安讲到的这个所谓苹果肌啦，嗯，这苹果肌如果打得好的话呢，它真的是可以帮我们，哎，反正也是一样变立体咯。对，有时候整个鼻型也会跑出来，对不对？他这是他前年的时候就是媒体拍到嘛，啊，对。那其实妮可基曼原来漂亮到是很完美的，她其实是本身的五官很完美，是对。那其实只是说刚好在某一个阶段，不知道是不是换医生了，或者是说刚好是治疗之后的修复期啦。但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其实脸的脸型，这个是大，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苹果肌没有达到那个苹果肌的状态，反而变成我们俗称的英文叫做 pillow face 枕头脸，然后它对枕头脸，枕头脸叫一下。这一张是他最早的时候，对对对，这个是那个时候比较早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是那个阶段刚好是肉毒，对，额头的时候肉毒那个阶段。然后这个哇，这就是苹果肌这里，哎，它的什么下巴变这么宽了？对，而且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说，因为我们打苹果肌通常是打在这个地方，对，那他会发现他苹果肌跟后面的骨头其实是有一个落差的，对对。所以说你在笑的时候，那个皮下组织是被往左右推的，但是你那个肉其实是跟下面的骨头其实是分开的。那个其实是因为一个填充所造成的一个效应，所以脸型就会变成是这样子。那过一段时间，当然就会比较好一些。比如说以这个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他这个苹果肌的地方可能需要一些些，但是呢，他嘴角会往下掉，对，所以呢，它代表说它的嘴角呢是靠这个地方往上提的，对。那我们就会透过注射的过程，如果以不动刀来说，就会透过注射的过程，让这个眼睛下面这个骨架深层的位置跟一些嘴角的软组织能够让它给往上提。对，那当它往上提之后，哎呦，太强了，太多了吧？脸型的立体度跟视觉效果其实就会差很多，而且它连嘴唇的那个形都变了。对，它就嘴角会往上扬，全是两个人一样。这就是高招。其实你不需要往某个地方一直塞，但是你可以每个地方修饰一点点，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做什么，但是就是觉得你变漂亮了。你的脸。林姐曾经有过微整形失败的阶段，有这个美容这条路对我来讲漫长的。然后我真的花在我这张脸上，虽然不怎么样，这张脸也花了我大概几十万，绝对跑不掉，七八十万绝对有。哇，真的，我花很多钱在我的脸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荧幕上比较没有看到你，那个时候你就在美国去躲起来，好好的。没有啦，就有一段时间，就之前前段时间，那时候我在美国，因为美国就你不可能把我的医生请到美国去，然后我在美国呢就找了当地那个大陆的医生。我想说，哎，美国，我又是住洛杉矶，比佛利，对不对？开玩笑，医术一定最发达嘛。对呀，对不起，错。我想太多了。那因为那时候这个同事就介绍，因为我在电台主持节目，那同事讲说，哎，我介绍医生给你很好。我说好，我就去找他了，因为跟我们电台也有合作的关系，我就算便宜点。好，第一次合作，我说没关系，你慢慢来。然后打完之后，他可能是希望我的效果很好，立马显现，所以用的剂量用的很高。就回到家之后，除了价钱给你八折，剂量还给你加值，这样对我好，表示对我的友善，希望我多介绍，因为我是电台主持。我觉得一片苦心是有道了。对，但是就回到家之后开始完了，那开始这个药效开始发作的时候，我发现我眼睛是合不起来的，真的，因为它打得太紧了。是是是。然后呢，因为这个化学妆没有办法化，为什么？因为那个双眼皮变成一大一小，就是你因为它额头都打满了，然后你眼睛动都动不了，就整个上眼脸是不能动的，一点都不夸张。然后那个双眼皮一大一小，根本没有办法去在你化妆就只能化，然后你要这样
拉起来这样子，很辛苦的这样画，把我吓死。我心想说，难道我就这样子了吗？那当然，医生后来也讲说，你不用担心，可能这次这个我跟你第一次合作，剂量打得太高了。我的天哪！然后我老公看到我说，你怎么变得那么丑啊？我就很无辜的看着他，那怎么办？医生一般好意，剂量打太高。那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脸是剂量不能打一样的。我也许左边少一点，右边多一点什么的。哦，这一般好意就变成这样，把我给吓死了。对，所以还有玻尿酸也很容易打一个过量，是不是？然后我一个朋友更好玩，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说，哎，你怎么鼻子变高了？因为他说，哦，我打了玻尿酸，把鼻子打高了。这郭姐，哎，你怎么变胖了？这两个打，因为他鼻子一打高之后，其他的五官就不够立体，他要跟着打完这边再加这边再加这边，东加西加，加到最后整个人都不像他了，哇，就整个像泡了水的面包。果然是不回路，气死，就没有办法，对，是。但是讲到这个玻尿酸，本来是想说要填充嘛，比较后悔嘛。对，可是就像林医师刚刚讲，那妮可基曼那样子，哎嘛，碎碎的，住跟他薄啊，哎，那变枕头脸。我想他原来的意思应该是想要解决他的纹路，但是可能在那个地方反复的填充，那填充当你填充太多的时候，其实它并没有支撑的效果，毕竟它还是有重力，而且其实玻尿酸的特性比较不一样，是玻尿酸本身是会吸水的，它的因为它保水力很好，所以它吸了水之后，它的重量会比你原来打进去的更重。所以当你打进去在那个位置，但是并不是你的皮肤或者是你的骨架可以负荷得了的，它就往下坠了。嗯，撑不住，撑不住。对，而且有时候打得不好，像我有一段时间去打那个泪沟，因为我们眼睛下面会有皱纹嘛，就还没有打好之后回来变两条毛毛虫在这里。对，那个案例很多，很多，很多，就两个毛毛虫。嗯，因为玻尿酸在你皮肤过度薄的时候，不是玻尿酸本身不好，而是玻尿酸就是有这个特性，就是当你透过皮肤的表面去看玻尿酸的时候，就会看起来蓝蓝的，然后蓬蓬的，然后有一感觉下面像皮肤有两坨东西在下面这样子。这样。好，这边来请教周老师，从命理的角度啦，哦，我们讲说今年是羊年嘛，对，那么有哪些生肖命格的女人，她试着改变自己的哪个方面，她就能够转好运？但是有些人哈，今年她是运势特别差，比如说她就是一定要去安。就是安丁啦哈，还有就是安太岁，这些人要去做这一盖整整种种哈，所以有些人是需要这样子。嗯，那有的呢，他的运势今年就特别好，什么都不用做，他还是一样特别好。但是有三个生肖哈，就是今年他其实不是那么差，但也没有特别好，所以说他转变一下自己的整某些地方，他就可以让他的运势转好。我们来看看哈，如果说是。属龙的，今年是属龙的女人，要改变哪里呢？我属龙，哎，对，只要是运动，你的住转变你的住家的那个砖，就是你的装扮就可以让你的运势转好，因为今年的气势可能有一点过阴哈，太阴，所以说比较容易有一些小人重伤啦，有一些家庭纠纷种种这些问题。那你就是在哪里呢？在你的住家里面，比如说你常坐的沙发，你可以瞧一个位置，或是你的那个我们讲梳妆台瞧一下位置，哈，这个就。可以改变你的这个我们讲说运势，而且常常去运动，让自己改变一下，这个都可以让你改变整个的运势哈。所以因为是太阴的关系，你说挪动家具，但我觉得客厅椅子倒是事小。我想问说，我们睡的床啊，家里没有孕妇哦，没有什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随便动我们的床位吗？可以动，因为你如果说因为人有时候就觉得这样子一直睡，每天就睡睡睡，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快乐，那你把它挪动一下。但是当然记得哦，不要说你的床后面是完全没有靠的，一定啊床头一定要靠墙壁，不能是把它。坐在那个我们讲房间的中央，这样子中空脊整个都会变空网不行，所以说你瞧变一下，比如说啊我这边刚好可以，然后我把床头瞧一下可以没有问题，梳妆台也可以瞧一个方位，就是你自己的住家方位去变一下，会让你整个气势会完全不一样。哎呦，哎，就今年哈，所以说就是说，或是说你觉得啊你这个房子是租的。好，我干脆我换一个环境，我住家的环境，我搬家，哎，换一个地方，这样子也能够改变你的整个运势哈。好，再来就是，如果说你是属猴的女人，哦，记得就是要改。
改变你的外貌。嗯，因为你今年的那个气势有一点点的弱，所以说你的外貌可能又做一个改调试改变。对，像如果说你啊，如果说你的钱有一点点的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可以爱花怎么样就可以，那找一些好的医生，一定要好的医生哦。嗯，嘿，做一个小小的我们叫微调嘛，哈，就是微整形，这样子对你其实都会很不错哈，因为整个你会觉得看你自己会觉得。很那个心情就会很开朗，像刚刚那个脸是，那嘴巴是这样子往外往下翘的，那你的嘴巴往上翘，那就会很好，就运势会改变。再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钱，我就没有办法。OK， 那你的头发是长头发，你把它剪成短头发。嗯嗯，短头发你就接一下发，或是慢慢的留长，烫一个不一样的发型。嗯，如果说你常常你那个你的指甲哈都是留的短短，你可以做一个叫做指甲彩绘，让你的指甲哎很漂亮，伸出来就很快乐。或是你平常都是指甲彩绘做得很好的人 ，OK， 那你就开始把它不要做，就剪短。整我们就说的就是改变一下自己，对对对对，是的，对。或是你常常就是也有时候是都常常穿长裤，你开始穿一下哎裙子，这样子对你的那个整个运势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改变。对对对，好。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属蛇的女人，哎，今年要改变什么嘞？改变你的就业环境，就是你的那个工作环境，可能你工作环境你会觉得一成不变，因为今年的那个你在精神上会很容易过劳，很容易一些口舌纠纷，跟朋友之间有一些争执，甚至于长官上司看你都会很不，好像整个要找你的茬这种感觉，所以你就哎转变一下你的工作属性、工作环境，或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这个环，你这个工作真的很难很难得，没办法，像李玲姐这样子，那你怎么样呢？你就请个年假，出去度度假，哦，出国去玩，对，或是你的办公桌的那个整个把它摆饰各方面把它转换一下，就是转换你的工作方面的我们讲环境，换一下，不然就来换位置，换一个位置。说少啰嗦，对，这样子的话，让观众看一下你的右脸就卖。基本上我算是一个无瑕疵的角度了，但只是零死角。我怎么这个角度看你很很不顺眼？我还是习惯看你后脑勺哎。所以我们说的是属蛇的女人，男人还没有关系，所以男人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属蛇的女人转变一下你的工作环境，不是工作的时间去玩一下，可能对你今年的改变会很不错。有礼拜哟。天性爱美，坚决冻龄，就怕丑的。从小就说，哎呀，你好漂亮哦，好有气质啊，你爸爸妈妈把你教得好好，你穿这样好像公主啊，哈。从小就不停地接受人家这样赞美，所以他就会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从身材啊、衣着啊、脸。说最近还有什么特殊拉皮法，玲姐？对，你又尝试过了。特殊，当然，当然的特殊啊。哦，特殊就是埋线，我的脸哦，而且是最基本的起跳，已经埋了50根线在我的脸，我的脸就这么巴掌大。现在吗？对啊，对，我的脸里面有50条线，而且还算少的，还可以埋到100根。啊，真的？那他是用个很细，我因为我有看嘛，我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弄到我的脸里面，细如。发丝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线来着，我医生有给我看，然后他是用一个很细的管子把那个线在那个管子的空心的线在里面，然后他就这样把那个线给你弄进去，好痛痛痛啦，但是是可以忍耐的痛，然后埋了50根，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他就是想要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再生，你的脸就是拉皮回春，就像蚌壳里面长珍珠的意思啊，对啦，放一个异物在那边，它慢慢包起来变珍珠，对你讲的好，放了50根线。它不是直，它是横的。可是就地下电缆藏在这边，而且藏了50根，还是要少，因为我没有试过试试看。可是问题来了啊，埋了50根以后，因为它都是横的嘛，你现在会发现你笑的所有的纹路都是这样子的。真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全部都是横，你就觉得哎。怎么会是有被拉扯的感觉？对，就是一开始埋进去的时候，那个感觉很微妙。你一拉起进去，你会觉得有个，因为它有线头嘛，它不是一整，它就大概这么短嘛。你在比如说我在这边的时候，这边会有线头，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两边有点扎扎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所以以为自己奇怪，怎么长胡渣了这样？
线跑出来了，对，线头会有点没有出来，但因为它蛮就有点渣渣，那它自己会消化在你的皮肤里面。可是你会觉得，哎，怎么我现在笑起来的纹路都是这样横的？然后说真的，你说怎么拉提也还好。多久了？您来多久了？也前阵子的事情。然后刚来之后，整个脸是红肿的。嗯，说真的。你说有没有效果？我觉得也还好。那个医生跟我说可以维持一年嘛。哦。还蛮贵的啦。啊，还不便宜，我觉得你看不出来，我脸上已经50根线在里面。啊，还是找适合自己的。对，但是我以前也试过电波拉皮，但是我听说我一个女朋友，她讲说她试过早期的电波拉皮，因为电波拉皮大家知道是一个格子的嘛。对。一格子，然后那种脸是哒哒哒哒哒，有没有？对。有时候没有弄好的时候，拿出来的烤肉，你知道吗？脸上就一格一格黑的。对对对。然后还有闻到那个，那在烧的时候，因为它把你的这个斑啊什么弄掉啊，什么之类拉底，还闻到那种烤肉、肉烤焦的味道。哎呦，那很早期，那个量太大。可是，我早期的电波拉皮是这样，可是我做过后期的并不会，但是我做后期的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哎，就因为我那时候两家早期有电波啦，后期有音波，音波，对，但现在音波电波都还有，我两个都做过，我觉得效果不一样，都还蛮不错，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两颊掉下来嘛，可是我打完电波之后它是会刺激你的胶原蛋白，所以我的脸变得比较 baby face， 就是变得比较胖，对，感觉会变得比较胖，而且我撑了2年多。那个胖是你原来想要的吗？其实我没有想要那么胖，因为我本来一直想说我能量打高一点，打高一点效果比较好，然后我能量打到6，真的一般人能够接受的是很痛哎，然后其实不痛是胖。但是后来我打到6之后，哇塞，真的好胖哦！我整个脸是烫肿一个。哎，可是我这样撑了2年哎，没有烫肿哦。你想说烫肿，刚刚应该是刚开始对不对？可是之后2年都还是这么胖胖的，胖泥胖泥。是啊。可是我觉得反而很多人都说，哎，我觉得你的脸变这样比较好看，就是感觉比较有精神，对，然后比较年轻。岁月的痕迹留在我们人的脸上啊，老了就老了，有什么好怕的？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段话不要我们了，这段话帮我剪下来哈，当做精装版，当做单曲送给你，记得你自己说的话。老就老，怕什么？瑞光老师，什么星座女人金天捞？来，太阳上升跟金星哈，来看看你的这3个有没有上榜，然后就知道说你是不是很怕老。好了，最怕老的女人星座，其实不只是女人，男人也算。好 ，OK。狮子座，哦，来，狮子座为什么怕老？永葆青春，它才能够维持女神的尊严呢？你知道。